32岁的乐吉儿去年底与大自己13岁的黎明离婚，随后与新西兰籍潜水教练 Cos 陷入热恋。近日有媒体爆料称，乐吉儿已经答应 Cos 的求婚，男方更是在网上晒出了乐吉儿手戴婚戒的照片，但不知乐吉儿是不是为了避免刺激前夫，积极叫 Cos 将照片删除。面对闪婚传言，虽然乐吉儿矢口否认，但港媒在其好友的网络相册中无意间发现其左手无名指上竟然戴着婚戒。其知情人士也透露，比起黎明，乐吉儿觉得与 Cos 的感情更加自由，平时不怎么戴首饰的他这一次去巴厘岛都戴了婚戒，一切都心照不宣了。黎明得知此消息后感到震惊，离婚后还十分关心乐吉儿的他也不停地向好友求证此事。而此前曾志伟的收宴上，黎明也是姗姗来迟，已有心事。不知当时因坚持要公布离婚消息而答应黎明一年内不传出新恋情的乐吉儿，此次如此的乌龙，会不会无限期的延期他与 Cos 的婚礼呢？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